昨天才出院了，那住几天？五天。五天哦，要那么多天啊？嗯，因为蛮大的。因为你扁桃腺那时候发现人有发烧是吗？嗯，这边的。对。所以一直发烧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吃也吃不太下。嗯。然后手会抖是吧？嗯。那你药要吃多久？半年？不止。那你换地方了没有？嗯，你是要换？明年。明年啊。三月底。那很快啊，快要到了。我睡那个医院的床，好难过。睡不习惯。嗯，痛。哀什么？Bebas, andeng-andeng. Pak pura-pura ninja. 你到时候换，反正你那个很好找。嗯。那雇主。没那么痛啊。没有，现在还好咯。还好。嗯，我觉得不会啊。看你们的地方啊。对了对了，哎，也是了。你们家应该就没有很好，如果在市区都很方便。啊，对。可是市区你们那个找市区工作不好找。嗯嗯。啊。每天都对对对对对。那你们那市区钱太少了，因为我之前我们家外老也是一样，印尼他也是，他泗水。我是泗水。你也泗水。他很厉害哦，他跟你一样讲话讲得很好，然后他英文也很厉害哦。然后他后面就是时间到了，因为他照顾我阿嬷，照顾得很好，啊，我们把他当作自己家人一样。他走了常跟我们联络哦，然后他现在那个时候又转雇主转一转，然后又回去了。回去了以后呢，因为我阿嬷过世了嘛，然后他就一定要回去嘛。他回去他还跟我们联络，后来他找到一份工作，可以介绍学生来这边大学读书的，然后读一段时间了，然后介绍一段时间了以后，他在那边当地的政府机关找到工作在那边做，虽然很稳定，但是钱太少。嗯。你搞了什么？怎么会那边痛？乱睡啦，说着这边睡啦。坐歪歪的啦，对。放松放松，来睡上来一点点。那怎么的？好 ，OK OK， 好，下巴这样子，放松放松，睡下去，再来。好硬哦，都不用睡，他熬夜啊。嗯，没有吧？他很好睡。他这个是不好睡。平常是很好睡，大概几这一两天了没有，不知道在干嘛，然后搞到这样子不好睡。哦，有可能哦，因为我住院我不知道，住院管自己就管不了，管别人。就是因为你住院他太无聊了。对。没有错啊。好啦。好。
本来可以给我们这样。从这边开始哈，这边到这边整个都痛，到这里。来放松放松，这样会痛吗？不会哈，好，那就好。Qué nice. Mejor te amo. Ahora te pichete ese, la gente más que... Córtalo.Disedot, disedot, sedo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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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edot. Guys, ini dekat Chongli Pasar Malam.Indah kan? Antit? Antit? Sakit. Rasanya apang itu merah-merah. Merah-merah itu胖胖，对呀，来放松放松。放松，这个手使用力量过度了，一直做同样的事情，做到手没力了。有啊，我一生中阿公就是这样，对，然后这个都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要扶着不能动啊，就变这样子了。这个不像很离奇。多少？两百五。嗯，我再给两百多少个？两百五给再给。来，